What's that? Yo. 算了，我溜了。Small world. Hello. Nice to meet you again. Click.大家好，我是大橙子，一个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庸俗之人。现在我是继续在前往伊朗的路上啊，在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你看，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洞穴啊。之前他们的亚美尼亚人，这一片区的人都是住在洞穴里面的。你看那栋房子，它的屋顶都是绿色的，这个有点像童话里面的房子啊。然后我们一会儿要从这条栈道一直走。走到这个桥，从这个桥跨过去看洞穴。今天我是跟西班牙梅西跟梅西一起来的，我的副驾驶带着他一起来。 Let's go. You said that? I said I come here with Messi from Barcelona. 他也是巴塞罗那的，西班牙巴塞罗那。这里走起来特别爽啊，超级凉快，但是一会儿走到太阳下面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哇，你们看这青山绿水的啊，虽然没有水啊，这青山没问题，这蓝天青山相当漂亮。在这块巨石上面有一个小亭子啊，这个有点像令狐冲笑傲江湖喝酒的地方。我现在头还有点晕晕的，昨天喝酒喝多了，跟青旅的那三个，一个俄罗斯的，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韩国的，我们四个人喝酒喝了一晚上。我拿了香槟，我还拿了一瓶半甜的红酒，然后他们拿了自制的 Cognac， 就是自制的烈酒，50度的，还拿了他们自制的红酒。昨天晚上喝了4种酒混起来喝，哎呦，我现在走路都是飘着的，整个人都是飘着的。到了大桥了。哦，这个桥有点晃啊，走起来稍微的有一点点的怕啊，我恐高症还是比较严重的。哇，这个走起来一晃晃的，它是用钢缆吊在上面，所以它不是那种固定的桥啊。我现在走起来反正一晃一晃的，再加上我昨天又喝了酒，本来就觉得整个人飘飘乎乎的。哇，走到中间来有点怕了，兄弟们，刚刚有那个树林还好，哇，我现在看到脚下我就怕呀，兄弟们，我现在脚已经有点抖了。我靠，我的妈耶，它还在晃。Do you afraid? A little. 啊，算了，我还是不看脚下了。哦 ，I'm afraid. 哇哇哇哦！我不能看脚下，不看脚下还好。终于过来了，我的天啊，真的是走得我好想吐。哎呦，你看现在这边就可以看到洞穴了啊，但是它封起来了，洞穴里面肯定超级凉快。看这个桥比想象当中的要长啊，真的是走起来我现在好想吐啊。看一下这个洞穴，哇，这里面确实好凉快啊，今天晚上在这里睡一觉算了。哇，这个洞穴还是带天窗的，兄弟们，全景天窗，上面还有几朵小花呢，不错不错。这个是长了什么果呀？能吃吗？长了好多哟。带一个看一下，看，我闻一下啊，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闻了一下，它现在还没有味道。知道了兄弟，评论区留个言，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里还有间小房子，看，这个应该是正宗的山泉水了。我来感觉一下，哦，冰冰凉凉的，好爽。这里还有几个硬币，不会吧？这个有人当许愿池投币吗？这里竟然还有个教堂，我看那个十字架在这边墙上，嘿，纯石头做的教堂。但是这个是不是教堂啊？哦，嘿，哈哈哈哈哈哈 ！Small world. Hello. Nice to meet you again. Me too. Surprise. Ah, c'est ton t-shirt. Ah, j'ai cru que c'était tes bras. Vendeur ici. Painting. With your car. Yeah. And after, where are you going?I will stay Goris tonight. You will stay sleeping Goris also. Yeah. Because he's going to Iran after. To? Yeah. Iran. Iran. Ah! So it's on the way. You're allowed to go to Iran? For people, I think it's okay. But I have a car, so I don't know. I'm not sure. You want to take a picture of us? Ah, ah, ah. 又遇到了啊，昨天青旅的。再来一张。Thank you. Hi. You don't return to the guest house? No. Okay. In theory, no. 进来看一下。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真是个教堂。这种平顶的教堂还是很少见啊。一般教堂都是修得高高的、尖尖的。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平房。哇，这里面好冷哦。这里写了一些亚美尼亚文字。1665，那这个应该就是400多年前建造的。在这个教堂的旁边有条小路。哇哦，这是啥？这里还有个门 ，They have a door. Yeah, that's inside. Toilet? I can't see. 我把闪光灯打开看一下。useless， 看不清楚。哇 ，What's that？ Snake？ 哎呀呀呀呀 ！Oh my god！ 那里有条大蛇，我去。Snake or something？ I think so. It's a snake. 哎呦呦呦呦呦！哦哦呦哦呦！哇，是。算了，我溜了。I don't want to be bite. 哎呦，那条蛇看着好恐怖啊！他要是给我来一口，我可能就挂了，算了吧。这个教堂好有历史气息哦，这里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守教堂的还是谁，给他拍根烟。喏，在这里遇到三个本地人，他们给了我这个，那说明这玩意儿是可以吃的啊。我来试一下。呸！啊！I bite somewhere and then it became bitter. Yeah, but no, but also like amer, like. 他也吃了。这玩意儿表面是酸的，但如果刚刚像我那样咬一大口，咬到它的内核的话，哦，好苦啊！看他还在这里摘。嗯，这东西只能吃外面这一层，酸酸的。脆脆的，虽然我还是不知道。Bye. Bye. 虽然我还是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啊。Do you know what's this? I don't know. I'm just trusting the fact that they gave. They seem to know. I never tried before. It's so funny. He has a way of communication like that. Yo, bro, what's up? Hey, man, I'm bro. 这里就是刚刚在上面看到的那个绿房子了。看它的屋顶已经被植被覆盖了。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浮现的就是绿野仙踪四个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这边洞穴还蛮多的哈，一片一片的全在山里面。这里还有一个废墟，看这个样子建了两层，这个在当时绝对是个大户人家。It's a rich family before. I don't know if it's exactly here or somewhere near. There should be like an old city, but I don't know if it means this actually or. 这个地方是正儿八经的房子，那边住的全是山洞。这个起码也是一个大户人家。
前面那几个人在桥上摇啊晃啊，我本来就最讨厌这个环节了，他们还要晃。 Don't be afraid, let's be brave。 西班牙小哥说我们要不要等他们先过去，我说怕个啥，不要怂，就是干。哦，我现在已经有点头晕目眩的感觉了，整个头都是晕的。走在这里，我的妈耶。哎，西班牙小哥怂了呀，还不走，太怂了。哎呦，我的妈耶，我刚刚突然往下面看了一眼，我整个人差点栽倒了，好吓人哦。这个的诀窍就是不能看桥底下，我看远一点，走起来好多了。